校吗？我走路来学校。你可以写你的名字。好，我可以写我的名字。走路在哪？在这。我不知道。好。家里有篮球。喜欢去动物园。家里有篮球吗？篮球，篮球有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的名字有四个字，寇跟欧文，侯科尔跟徐有文。你只讲这三个字。我有戴眼镜，戴眼镜这个。你要问我你有戴眼镜吗？戴眼镜吗？我有戴眼镜。好，是你名字。你可以写你的。好，还有我不可以。你有我有咖啡色的头发，咖啡色的头发。